啊，甜！今天花了几万块钱就淘了这么个小玩意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打脸，大家来看一下吧。啊，等一下开开看看是惊喜还是惊吓吧。这六子呢属于木木亮的一个敞口，可以看得到它的油性也是相当的不错的。由于买这个六子呢，只要是它有大件货，可以看得到这么大，而且护装的夹手感也是非常的好。加光下来可以看得到它的荧光也是相对又不错的，整一个都有。后面它的釉质就可以看得到很细，我看到的是这个六子呢，它的釉质细啊，画得非常的好，而且呢可以做人物题材，重要的是它有底色啊，甜甜的。开出来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开了一小点啊，够不够味啊，细不细，甜不甜，开大给你们看吧，声音不好看。料子开完了啊，这个就是癌气，看看这个甜味甜不甜啊，甜，看看这个种子高不高，高，哎呀，漂亮吧，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真的漂亮，看到后面够不够细，够不够甜，非常的漂亮。这种料子做人物题材，但是绝对是非常的起货。感觉开得怎么样，这么大件呢、啊